滴滴，甜蜜单车已就位，超级小辣椒安琪， Hello, 大家好，我辣更长。Hello， 甜蜜的班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琪。在这样的一个粤语的一个节目里面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压力？特别的压力？因为大家都是不知道对方的选歌的，我到后面知道，哎，好像一个人，我自己唱普通话，其实还是有点小压力了。那在节目中最想和哪位老师合作？对，我其实很想和 Coco 姐一起啊。在生生不息录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？那就是啊，哎，节目能不能播快一点啊，烦死了。你听我讲，两位班车员边个更加靓仔？靓仔，我听到了靓仔。我真不会，哎，我真的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五月22号周日12点《甜蜜班车》，安琪、石凯、文涛带你甜蜜发车啦！